我手腕不行，我腱鞘炎很厉害。我现在你做不了俯卧撑了，我根本就没劲儿。我只能做俯卧撑，我只能做俯卧撑。所以你们不行的时候就，我帮你们。真的，我觉得再练个两期啊，我这俯卧撑他让我罚我一。这是什么？没人，你什么时候进来了？